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哭啊，要这样子，然后倒水，倒水，倒水。如果你是说半自动的话，我宁愿这样盖。等你需要，小麦又还好。那我们来种萝卜好了。比如说你今天说半自动农场啊，然后这边倒水嘛，那就这样子。有没有？这样其实比较快。当你需要的时候就这样子，反正我们现在骨粉超多啊，又没差，所以其实你说半自动农场这才是比较好的，对啊，啊你讲的那什么自动农场，你看其实你这样子嘛，一个一个一啊，白色我现在创造，比如说我现在是生存嘛。然后这些都丢掉，我只有一个的情况下，好，打开这个，所以你看不到十秒就一组了，其实这是也是要有那个啦，有窟窿生怪塔或是有那个物资塔的前提条件才能这样盖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啊生怪塔不流麦机快啦，只是这个不适用小麦长太慢了。小麦长太慢了，你看小麦的话，你看，有时候你左边的最左边第一个小麦嘛，有时候不会长，有时候只会拿到种子而已，好像就还好。那我可以这样子养牛了。哦，对啊，还是有运气的啦。你看，32、32、33、35、38、38、38、39，对吧？其实这个种小麦还是有点亏，不过还好啦，骨粉没地方花，丢掉。死亡了，你怎么了？死去。Q。不过我觉得最好玩的是这个啦，这个连三真的太好笑了。不对，这样拉杆。这种拉杆会比较好。不用的时候再拉起来就不会连三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完美。满满的物理，脑袋细胞死亡，没事，我也快死了，快睡死了。我想一件事情，如果今天换做海龟蛋的话，会不会长很快啊？就是这个如果改用海龟蛋，会不会很快啊？嗯，
先打开它。哦，好了。哦，海龟蛋。好像没有诶、欸，海龟蛋等级在哪边啊 ？Egg， 我看到 EGGS1， 等级二、等级三，不是啊，这是等级而已，几颗蛋？然后没有诶、欸，我白痴哦，吓到我了。看电影包场好爽，你在看什么电影啊？没人看哦。你看什么电影没人看啊？竟然包场！啊，啊你要猎龙，我好困哦。没有要猎的话就去睡觉，你要猎的话就陪你猎。怎么又是火龙果？加三。你看，我现在才吃中餐，太热了。再来就是，如果这个完成的话，就这样子。嗯，又很丑，在想。这样子盖吗？这样子有没有？然后这样子，没有，这边是地下室啊，这边跟上面会看不到，上面最后是整个补平的，看不到。然后这地下室比较好看到你要什么颜色的羊毛，拿来从箱子里面拿。就是这样子，我应该黑色跟白色相反过来哈。超人气动物园，应该这两只羊颜色交换才对。对，要换到全部换哎、欸！天啊，算了，懒得换了。这样，好看。超人气动物园，可是没人看你包场不是吗？你看三点的电影，所以到家大概五点呢、欸，要不要去死啊？再跟我讲，所以你现在人在电影院里面是不是？是这样吗？
傻眼，竟然是焗烤炒饭。然后到时候我应该是这样子装饰吧，比较好看就瓷砖了啦，就看长大就闷死了，你看这个机制就是那样子，多么的残忍！你要是长大就会死，长大就会死。其实咖啡色应该归在橘色跟绿色这里，没有吧？这里才对。那其实咖啡，哎、欸，不啦，那讲什么？橘色跟黄色中间，因为咖啡色其实真的是很尴尬的颜色，你就是黄色调深一点，或是橘色调，也就是橘色跟黄色调深一点是咖啡色，这真的是。很麻烦的颜色，就这样，这样哦，好看哦，好看多了。虽然这该空岛也蛮好看的啦 ，perfect。然后上面就这假装都是我们的那个嘛，那个家里那一层。所以我们下面又要再拓宽几颗啊？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、5，五乘三，然后再一直5×3×32，这样子一路挖过去。天哪，有得挖哎、欸！2个小时怎么可能挖做得了这么多事情啊？然后这边都死光了，然后再叫起来，然后继续养。就是这么简单。拜拜，秀秀拜拜。因为我记得有那个啦，那个什么牧羊人也有卖羊毛，好像一个绿宝石卖4个吧。因为其实后面绿宝石真的是太廉价，你用木棒啊，用蜘蛛线啊都可以换。然后木棒。木棒跟线都是再生资源啊，然后就可以狂刷猛刷，还有什么字？其实我在想，到底是横的好，还是就是这样子好？直的好，还是横的好？不人道，这太不人道了。这些羊
只能关在小小的空间里面，为人类产羊毛。不是，这很像猴子吗？这个脸。我觉得我想先休息一下了，那我们晚点见哦，大家拜拜。今天就盖了这两座吧，因为这一座是原本就有，这座只是稍微美化，然后再盖了这个跟这两个东西，三个。好啦，那大家拜拜咯。应该也不用做什么片尾了吧，因为这个应该没有剪什么精华，这个就很无聊。好啦，大家拜拜，大家晚上见啦，拜拜。晚上见啊，那个小琪，谢谢你。哦，没想到人长得漂亮又会红丝。好啦，拜拜。